是米奥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我在 Comixta 漫画之星网站连载的漫画《鲨鱼库克》下要出单行本了，然后这本漫画将在8月11号的漫画博览会首卖，然后里面还收录了一些网站没有发表过的番外篇跟小剧场，希望大家能多支持，谢谢。